当我发现女朋友偷偷看帅哥，宝贝干嘛呢？玩游戏。玩游戏呢？那游戏不横屏的吗？消消乐。消乐。就那么好看吗？啊？这是要干嘛？不解释就算了，自己还气呼呼的走了。没看见呢，你自己放哪了？那我手机打电话。哎，我给你打，我给你打。我来吧。存的什么备注啊？存的是，当然是宝宝了。Hey Siri， 打电话给宝宝。在你的通讯录中没有找到宝宝。我那个，我记错了，我存的应该是亲爱的，你给亲爱的打。Hey Siri， 打电话给亲爱的。我在你的通讯录中没有找到亲爱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存的是爱家大宝贝，你给爱家大宝贝吧。Hey Siri， 打电话给爱家大宝贝。我在你的通讯录中没有找到爱家大宝贝，你打给谁？哇 ，Later。母老虎，我又没有存的是母老虎。我这是一个，我有误会，等会，电话响了，电话响了。小妹，你今天穿库里斯了吗？什么是库里斯啊？就是裤子里面穿丝袜。穿不穿也不能给你看呢。你就给我看看呗。不，你姐夫不搁这，你就给我看看呗。那行吧。哎，你俩干啥呢？媳妇，留给你狡辩啊。老公，你说和不喜欢的人接吻是什么感觉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试过呀。你等会儿我给你试一下啊，没啥太大感觉。你飘了吧？用女朋友的方式让她无路可走。你干嘛呢？吃东西啊。吃独食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吃一口了吗？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现在还来得及吗？不吃了，晚了，谢谢。那你想干嘛？你凶我？没有啊。你吼我？没有。啊，那意思是我冤枉你了呗？有病吧？你还笑话我是吧？你对我不耐烦了，我就知道。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人心就会变呢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对不起，不行，凭什么呀？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哇，你好好笑啊！你错了，你问我想怎么样？应该是你想怎么样吧？啊？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平时你就这么对我呀？我。哎，老公啊，要是有一天我昏迷了，需要你亲你前女友一口我才能醒，那你行不行？哎，这么的，咱俩先分手，这样你就是我前女友了，然后我再亲你，等你好了之后呢，咱俩再和好，你看这样行不？行啊，挺贼呀你。那是，满意吧？所以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哎，小姨子，一会儿我兄弟来，你装上你姐呗，给我撑一下场面。那一杯奶茶。奶茶，我给你买四杯，怎么样？哎呦我去，兄弟，你这家里条件不错呀。那你看，这你搁这弄着干啥呢？倒水去啊！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哎，谢谢嫂子。你搁这站着干啥呢？地多埋的看不着吗？拖地去。哎呦我去，兄弟有牌面啊！过来给我拿十块钱，我要跟我兄弟上网去。哪有十块钱？我让你去就去，快点。来客人了啊！这个是，这宝贝，以后我结婚你会来吗？当我问女朋友我结婚的时候，她会来吗？来呀、啊。你以什么身份来啊？要随份子钱吗？不是，我问你以什么身份来？伴娘。姐夫。啊？这个新斗罗大陆怎么玩呀、啊？姐夫，我可是唐家三少的铁粉啊！你问我，这不就问对人了吗？来，姐夫教你怎么玩。前期的新手天赋顺序是需要先点魂环，再点武魂，最后点通用。姐夫，那个空间之力呢？这个空间之力啊，点三点用来过渡就可以了。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即可下载。哎，姐夫，我饿了，咱俩吃饭去呗。姐夫正好还有点私房钱，走。哎，姐夫，你玩啥呢？带我一个呀。来吧。哎，姐夫。啊？你谈过几个女朋友啊？啊，那个，你姐是我初恋。
我姐又不在这儿，你就实话实说呗。我姐真不在，你怕啥呀？我这个一只手真的数得过来啊，一只手。这样吧，你说一个，给你100块钱。你快拉倒吧，姐夫还差你那半把千块钱呢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那个我。姐夫，你这。啊？用闺蜜的方式跟男朋友对话，开始了啊！来吧，哥哥，今天你一个人在家吗？艾莎不在吗？啊，他刚才出门了。啊，这样啊！哎呀，你笑什么笑？再来吧！啊，哥哥，你今天一个人在家吗？艾佳不在吗？艾佳刚才出门了，然后一时半会儿可能不能回来了。啊，哎，那你看那边。啊？我说不行啊，不行。我先去洗个澡。哎，我去。用邻家女孩的方式跟男朋友对话。来了啊。来吧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有啊。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家热水器坏了，能借你们家热水器洗个澡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可以什么？真可以，来吧，洗呗。我们再来吧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有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家热水器坏了，能借你们家热水器洗个澡吗？那个美女，我感觉不是特别方便啊。做的对。但是我们可以出去洗呀。但我故意不回应，我也爱你。我走了，宝贝。嗯，爱你哦。爱你哦。嗯，去吧。当枪咚枪枪。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不接呀？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你不爱我，那你还能爱谁呀？去吧。去吧，你不是还得不是那个给我带好吃的回来吗？我爱你啊。去吧。What the fuck？听说你女朋友不同部位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。哎呀！啊！就是。万叔呢？咋了？哎，兄弟不好了，我看见你媳妇跟一个别男的走在一起。你搁那瞎说啥呢？我媳妇跟我小姨子是双胞胎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啊，那也有可能的。我小姨子今天早上出差刚走，我媳妇现在在家做家务呢。啊，那不好意思了，哥。好了。怎么了，姐夫？啊，没事。啊？嗯。